在台南善化，有一位身障的老妇人，常年独居而不擅长家务，所以住家是堆满了垃圾，环境非常的脏乱。虽然他的亲戚和社区邻居呢都很照顾他，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幸呢，慈济志工来帮忙了，协助他清理住家环境。我冰箱拍伊啊，对，那条一个人一段呢，加一个人呀。从客厅到房间都堆满垃圾，慈济志工来帮忙，得先清出一条搬运动线。房间里也堆满衣物，都是案主阿英的。要照顾到那个案家心灵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方面来让他看，让他安心。这个要不要留？这个要不要丢？阿英不多话，有身心障碍，沟通不易。社区居民平时就很照顾他。阿姨平常吼，拢伫这社区的店、干妈店，遐坐就对了。都是有投资啊，拢搬物件，什么人可以物件拢搬转，拢搬转来。透过阮的理事长，联络这个咱这慈善团体，来这家己斗钱内底无规定哦，咱粪扫堆咧啊。多年前丈夫往生，女儿离家，她不擅长整理家务，环境逐渐脏乱，弟媳经常协助，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都有这些师兄师姐安尼，啊无我嘛唔知要安怎处理呢。众人齐心协力，垃圾屋变成清净屋，志工将与亲戚、社区合作，继续关怀无助的阿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台南报道。